屯門人其實想飲杯精品咖啡都很困難的，以前因為要飲一杯精品咖啡要搭個幾鐘頭車出到九龍或者過海的地方，就價錢又偏貴，地方又遠，咁我現在開間鋪個定價呢亦都是偏低，同埋個份量方面亦都是比出面的咖啡店高的。由細到大都在屯門住，土生土長的屯門牛，我就覺得即在屯門裏面爭緊一間可以留白的簡約風的咖啡店嘅精品咖啡店咧，都是一個夢想嚟。但是在國泰那裏做，咁就很難離開嘅。咁但係遇到呢個鋪位咧，就真係想都不想啦，就直接租了它而離開國泰啦。我用的咖啡豆呢就偏向 Nutty 啲嘅，因為本身而家好多精品咖啡店都用 Fruity 啲，即係果酸味重啲嘅咖啡豆嚟做啦。咁我就覺得去做 Latte 嘅話就會比較淡啊，我自己覺得。咁所以就會用翻一啲 Nutty 啲嘅風格去做翻啲濃翻少少嘅咖啡，同埋啲豆都係自己炒嘅，所以就個比例上都可以做得好好咯。啱啱開張咧，其實生意都唔錯啦。咁但係呢兩個禮拜咧就跌咗三成以上，咁其實真係有啲驚嘅。咁但係相對於同行嚟講，我算幸運嘅一個嚟㗎啦，已經係。咁我而家最想咧就快啲疫情過咗之後咧，咁我就可以開埋夜啡啦，等班同朋友可以多一個聚腳點，開開心心咁飲咖啡去傾下偈啊，咁我係最開心㗎啦。